知是人福慧双修，自他两度变得直趣保所，大有成就。这是说明一定要自行化他。自行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无助。化他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身心。无助是智慧，身心是福德了，福慧双修啊。所以在净宗里面净宗的三字两信愿行，信是福是智慧啊，愿行是福啊。信愿念佛了，是福慧双修啊。自他两度自度度他，变得直趣保守。这个保守在净宗以外其他的这个宗派里面就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保守啊。在净土中呢，除了明心见性之外啊，还有一个真实的保守，西方极乐世界。已经见性，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成问题。往生西方啊，十报庄严土往生的。没有明心见性，甚至于一品烦恼都没断，能不能直趣保所呢？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一品烦恼都没断了。诸位要记住啊，这在其他法门里头是决定不能成就的，唯独念佛法门能成就。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净土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也把阿弥陀佛捧到顶点。所以你要做阿弥陀佛的弟子，给诸位说，一切诸佛看到你都对你很尊敬。为什么呢？你是最尊敬阿弥陀佛的学生，敬阿弥陀佛当然要敬他的学生了。沾光可大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